歌迷给你好心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歌迷卷卦》，我是全通教授田立之，他是神权蕊善大师。歌迷是受卦者所选的歌中最能反映其近况的一句歌词或一个单字。选卦呢，便是以最真诚的动物为媒介，以进行准确性最高的占卜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为网友止于水中游、菜菜、Vicky 以及 Howard Dong 来进行全卦，为求方便呢，我们简称它为紫菜陈董。紫菜陈董所选的歌曲呢，是 The Chainsmokers 与 Jose 所合唱的。首先呢，让我先将歌曲传递给蕊善大师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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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。好的，在蕊善大师解读歌迷的同时呢，就让我来为大家道出 The Chainsmokers 的歌手的秘密吧。 The Chainsmokers 老烟枪双人组呢，是由已经戒烟的 Alex Paul 和 Andrew Taggart于2012年所成立的电音 DJ 双人组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在我开始下一句前 Let me take a selfie。 刚刚那首 Hashtag Selfie 呢，就是他们的2014年成名作哦。还记得我一开始有说过这双人组是由已经戒烟的两位所组成的吗？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开他们戒烟的关键。在他们发布 Hashtag Selfie 这首歌而爆红的两年后，也就是今年春天，他们发布了一首恐怖的 MV。 而那首歌呢，就是他们和歌手 Daya 所合唱的。大家会发现我们的 Andrew 和 Alex 正漂浮在空中，如果你们觉得这是特效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是这首歌恐怖的关键，这就是他们抽烟的代价。这种状况呢，我们在全卦学中称作是烟人歌手，又可以简称为烟歌现象。这个阉割现象呢，是指歌手为了激发创作灵感而频繁吸烟。当烟瘾越趋严重时，会导致烟龄不断缠身，造成歌手漂浮的现象，我们称作为烟人歌手。他们都勇敢地把这些画面呈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，就是为了要提醒大家别再抽烟咯。所以不要再以为那是特效喽，那个是戒烟警讯。记住，一天看一首，烟离远离我。哦，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的蕊大师已经解读完毕了，让我来接受一下他的讯息。收到了，收到了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歌名是什么呢？OK，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此次的歌迷代表字为 mattress。mattress 呢，原本是指床垫的意思，但由于字尾 res， 除了指物品以外，还有女性的意思，例如 actress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观众朋友紫菜陈董，男生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物化身边的女性朋友哦。女生的话呢，可能要注意你的心仪对象。他是不是真的爱你，还是他只是把你当成床垫，一个睡上去的工具？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，我刚刚说的是可能要小心，可能要注意。为什么我会说可能呢？因为 mattress 呢，这个单字有个片语叫做 cash under the mattress。 这个片语的意思可以是顾名思义的把钱放在床垫底下，但更多时候呢，是在暗喻私房钱以及逃漏税的行为。所以说呢，紫菜陈董，你们最近是否有逃漏税的行为啊？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哦。
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也请谨守自己身边的私房钱，尤其小心别被 mattress the rest 身边女性友人给骗钱咯。以上也提供给和子在传统一样为双鱼座、巨蟹座和狮子座的朋友作为参考。在节目的尾声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今日歌曲所带给我们的意义。 Closer 这首歌呢，是在形容一对分手已久却旧情复燃的情侣，他们偶然遇见对方，想起那年少轻狂激情的日子，才想不到当时他们为何要分手。所以说呢，岁数还小的朋友请记住，年轻就是本钱，要好好的享受当下，珍惜现阶段的自己。年长的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哦，只要心里保持年轻，你还是很有本钱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只要留下你的所在地、星座以及所选的歌曲，你就有机会成为我们下次全瓜的对象哦。上次有许多朋友都忘记留下他们所选的歌曲，真的是非常可惜，这次可别忘哦。喜欢我们歌迷全瓜的观众朋友们，别忘了用喜欢、订阅、分享这三个步骤来支持我们的频道哦。我是田丽芝，他是蕊大师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我们有歌再见咯。好， The Chainsmoker 呢，我快疯了。 The Chainsmoker 电音双人组呢，老烟枪。The Chainsmokers 老人枪，老人枪。Best is the best， 我觉得我前面很好哎，再一次，好。